全球舆论大动态，尽在有报天天读。大家好，我是宋忠平，今天我读报。我们今天关注美国参联会主席米莉国际聚焦，我们关注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军备竞赛。我们来看，朝鲜进行巡航导弹试验之后的话，又进行弹道导弹的试验。那么韩国呢，随即又进行了所谓潜射弹道导弹的试验。那么朝鲜呢，又进行了铁路机动的弹道导弹的试验。难道这个事情不是军备竞赛吗？尤其是导弹的军备竞赛。那么双方之间是互不相让啊，所以朝鲜半岛的局势现在比较紧张。当然呢，谁惹的祸？美日韩。 不断的加大对朝鲜的这种制裁力度，不断的在有些问题上双重标准，导致问题不断呀。你看金宇正就谴责文在寅在朝鲜射弹问题上的发言是完全的不负责任。文在寅就说导弹战力的提升有效的遏制朝鲜的挑衅，这个话的意思不就是导弹的军备竞赛吗？所以双方之间是互不相让啊。但是我们来看韩国的国家情报院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 朝鲜发射巡航导弹的时候，怎么会没有探测到？其实这个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弹道导弹相对来说飞行的高度比较高，但巡航导弹的话，飞行的高度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又是在朝鲜的境内飞行。那么，如果这个导弹是打到其他国家的话，那么包括美日韩三国会有低空补盲雷达，这个雷达是可以抓住巡航导弹。但如果在朝鲜国内来飞行的话，低空补盲雷达是发现不了这个导弹，所以的话。 也不奇怪啊，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消息，你看，朝鲜防卫相就指出，朝鲜发射的导弹已经落入到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所以日本又开始大叫朝鲜导弹威胁论了。菅义伟分别和澳大利亚以及越南的首脑会谈，谈什么呢？其实要谈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朝鲜问题，包括自民党总裁的几个候选人三个，都认为对朝应该加强威慑力。 那么，建议委就指出，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是令人愤慨的事情，他怎么不说韩国发射潜射弹道导弹令人不愤慨吗？来自于路透社的消息，这叫双重标准。我们来看朝鲜日报网里面就指出，朝鲜宁边出现了铀浓缩的迹象，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指出非常严重。但是有一点，美日韩几国在核谈判问题上一点点的进展都没有，朝鲜呢只能拥核自保啊。 来看《世界日报》的消息，包括《韩国时报》的消息，里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王毅呢访问完东南亚，现在又去韩国进行访问，主要谈的就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另外呢，明年是中韩建交三十周年，双方有很多的事情也需要进一步的来谈。朝鲜发射了两枚弹道导弹之后的话，中国外交部就表示关切，说要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问题，要打破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僵局。那么现在发射的话。 有什么问题呢？你看王毅外长现在去了韩国，其实没关系。朝鲜进行弹道导弹的试验、巡航导弹的试验是必然的，未来还会有多次的试验。而且朝鲜现在火星幺六洲际弹道导弹还没有进行过试验，也会择机进行试验。所以，朝鲜半岛朝鲜的导弹试验将会是一个常态化。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消息。所以这个事情不要和其他的政治事件来加以联系，它是技术的需要、需求而已。香港零幺和信报的消息里面又指出。 王毅呢？你看，就对韩国指出，五眼联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早已落后。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美国要拉韩国进入五眼联盟，变变成六眼联盟，中国就告诉韩国不要加入，而且呼吁中韩之间要建立更加成熟的外交关系。日本自卫队出动十万人，要参加大规模的联合演练，二十多年来的首次。为什么呢？就是要警告谁呀？周边的国家。其实啊，日本呢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另外呢，在大选之前。 也希望给几位所谓的候选人吃一个定心丸，也就是对某些国家要采取强硬的立场。这个就是美国不断的在施压日本自卫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亚洲周刊有一篇分析文章说，你看前两天就有说，诶、哎，中国的海警船在钓鱼岛附近撞击了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但是呢，日本海上保安厅否认说没有这回事儿。究竟怎么回事儿？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撞击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这是来自于我们的官方媒体的报道。朝中社的消息里面就指出，日本十分危险的增强武力的活动，旨在重新燃起侵略的野心。日本现在研制航空母舰，到了今年的年底将会服役。美日澳宣布建立印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将支持澳大利亚获取核潜艇。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澳大利亚没有获取核潜艇的能力，但是呢，美国可能会把自己的核潜艇技术卖给澳大利亚。 最后呢，澳大利亚买单，而且要求这些核潜艇在中国周边去巡航，其目的就很清楚了。而且，美国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将会分享什么人工智能了、网络等等这些技术，说白了就是让这两个国家掏钱。美国呢，一方面卖武器装备，另外一方面的话，也可以通过技术的出售来争取大量的外汇啊。美国和英国、澳大利亚达成了抗华的交易，要打造一个所谓的欧亚的一个小联盟，再加上大洋大洋洲。 这个呢，确确实实对亚太地区的局势将会是火上浇油啊！来自于今日俄罗斯的消息，你看这里面又说出一个谁都不相信的话：美英澳新形势的军事伙伴关系不针对第三国，怎么可能呢？说这个话自己信吗？自己也不信。杨洁篪呢，就和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代表进行了会晤，视频的会晤。 里面呢就说，哎，作为美国的政党，应该考虑如何来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纠正错误，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来自于中国新闻网，来自于《新报》的消息。拜登在童话里面就提出来要和习近平主席元首峰会，外交部就回应，双方之间应该建立很好的交流关系，而且要定期的有一些交流的互动。但是，是不是元首之间会晤，关键看时机，看美国是不是有足够的诚意，这个才。 最为关键来自于澎湃。米粒呢？你看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在特朗普可能要对中国发起军事打击的时候，就密电解放军的某位官员。那么特朗普就说这个人是叛国呀。其实啊，这个事情。 是被有些人是刻意的夸大了，不是这么回事。而且米利也很清楚一点的话，特朗普作为一个孤家寡人，怎么可能会动用军队对一个大国采取军事行动？在美国的整个政令和军令体系里边根本就行不通。所以这个事情是完全被夸大其词的事情。我们再来看欧盟二零二一年的国情咨文里面就指出，中国是竞争者、对手和合作伙伴。你看，这是对中国进行了一个定性，也就是和中国要有竞争的关系。 那么中国就拒绝了德国巴伐利亚号军舰停靠中国的港口，为什么？因为欧洲很多国家的疫情比较严重。既然如此的话呢，就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以后有机会再来吧。彭博和环球网，包括《世界日报》的消息，你看现在欧美之间呢就在不断的合作，甚至使用外资的一些规定上都开始合作，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指向中国。 在一些所谓敏感的领域拒绝中国的投资，但是有一些国家，包括英国，又在千呼万唤要求中国赶快给投资，但是中国去投资了，他又会说三道四，这就是比较矛盾的。你的东西不好，我为什么要去投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有巨大的反差。好了，国际速报，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我们来看，这是《南华早报》和《明报》，或许证实了之前我们的一个猜测，就是塔利班内部是不和呀。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巴拉达尔和其他的一些官员之间，看来是有矛盾。但是巴拉达尔呢，之前传可能被杀，其实没有被杀，他最近又露脸了。塔利班考虑建立正规的军队，这个也很正常。至少你得有制式的衣服吧，你不能穿得跟老百姓一样吧。而且美军。 运输大队的大队长送来了这么多装备的话，你可以建立一支正规的部队了。所以我觉得塔利班这样做是对的。但是首先要稳定政局，另外呢就是要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这个很关键。欧盟要建立独立的防卫体系，为什么不想听美国的？美国在很多问题上太霸道。还有信报，你看，英国的这个外长换了，哎，这个拉布已经走了，换了一个更加强硬的女性，所以中英关系现在确确实实也不太好处。 美国国会议员就敦促向乌克兰提供铁穹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买了两套作为测试，但是铁穹导弹防御系统的话，其实用处不大。它可以拦截普通的火箭弹，针对其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尤其是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的导弹，它的拦截效能是非常有限。印度二零二三年初将会进行首次载人航天飞行，那么它这个飞船名字叫加钢洋。 记住，加冈扬是印度宇宙飞船的名字。二零二三年的年初，我们去拭目以待，看一看。俄叙总统会晤就商讨要加强军事合作。如果没有俄罗斯的话，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早就已经垮台了。所以俄罗斯对于阿萨德来讲的话太重要了。自民党内部六个派系呢，实际进行了自主投票。其实究竟选三个候选人中的哪一个，现在呢？ 最大的一个派系，也就是西田派，现在还在犹豫，那么是不是会分散投票来决定究竟谁来当自民党的总裁？海地新总理涉嫌暗杀总统，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亨利。之前我们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已经指出一个问题：总统被杀，谁是最大的受益者，谁就是最大的嫌疑人。来自于《世界日报》和 AP 的消息。英国八月份的通胀百分之三点二，九年来的最高。 还有呢，就是英国呃，美国八月份的制造业产出增幅低于预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八月份美国国内的疫情又开始有一些反复。欧盟呢要立法什么法呢？半导体法要力拼半导体的自主，这个问题确实现在已经形成很麻烦的问题。如果每个国家都考一整套的半导体的生产，这个企业的话会导致未来半导体的成本将会增加。 法广再来看一条消息，联合国的报告，人工智能呢将会侵犯人权。人工智能其实确实是双刃剑，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将会危害人类，这也是很正常的。创纪录的集装箱的产量也并没有缓解供应链的危机，有很多集装箱不是数量不够，是积压在某些港口根本就出不来，所以供应链的危机将会让全球的经济又处在比较停滞的状态呀、啊。来自于华尔街见闻。那么就在今天上午。 SpaceX 龙飞船已经飞了，四个普通的人现在已经飞到了太空，而且高度呢是留五百公里以上的高空，这才是真正的太空私人旅行。如果各位朋友有那么几千万美元的话，可以尝试尝试到天上去三日游。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消息，来自于联合国新闻以及明报的消息，说的是保护臭氧层的国际日。 臭氧层呢，恰恰是把紫外线给吸收了、遮蔽了，让我们人类免受宇宙射线对我们的侵袭。那么，大千世界看一看臭氧层。提到臭氧层，可能大家想到的就是在我们极地上空有一个大的空洞。那么，正是因为发现了空洞的话，才有了蒙特利尔条约。这个条约呢，就禁止使用氟里昂。提到氟里昂，大家可能想象到就是我们冰箱的制冷机。 现在确确实实，冰箱采用了更多替代氟利昂的一些东西，来保护我们的臭氧层。臭氧层对于人类的健康、繁衍都会有巨大的帮助。好了，广告之后继续读报。关注全运会。 我们来看一下全运会，习近平主席宣布全运会开幕，什么时间呢？昨天晚上，在哪儿呢？我的家乡陕西西安。再来看全运会开幕呢，也在演练冬奥的防疫工作。那么明年二月份的话，冬季奥运会将会开幕，中国呢将会做好相应的防疫和抗疫的工作。毕竟五湖四海太多的人来，我们要做好相关的保障工作。我们来看，二零二一年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加了多少呢？百分之五点三。 另外，内地八月份的经济数据比较疲弱，你看消费增速也是一年来的最低，其实和疫情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经济日报的消息，内地经济现在放缓也是和疫情有关系。那么控制防疫的时候，也适当的来一个量化宽松，来保持经济的活力，这个也很重要。我们来看内地金融改革提速，南向通，这个南向通是指的债券，强化香港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 而且你看，这个数额呢是每天有二百亿，总额是五千亿，这个数量也比较大，这也是债券的人民币的国际化的一种重要体现。经济日报和旺报里边说的就是楼市，内地八月份的楼市涨幅呢是全线回落，大陆官方呢就指出房市平稳，持续要稳房价，不能涨也不能跌，要稳定。另外，国家统计局就回应了恒大的事情，说。 这个影响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其实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和金融之间关系是相当之密切，密切呀。所以的话，稳房价其实其根本就是为了稳金融，金融要防风险。来自于《经济日报》、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么，在中国国内确实存在互联网巨头是赢者通吃，这个时代应该结束，因为赢者通吃所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很多的中小微企业全都击垮。 这样的话，怎么来解决就业问题？怎么样来实现社会的稳定？所以，赢者通吃的时代必须要终结。信报和路路透社的消息，发改委就倡导在二零二五年要限制电商的二次包装，一次就够了。那么，重复使用是最好，不能应该有更多的垃圾啊。网游呢，必须要有防沉迷的系统，否则的话，罚款十万。你看，其中有一个公司发展的。 开发的这个网游就没有这个系统，结果呢被罚了十万块钱。来自于澎湃和信报的消息。所以内地呢很多东西都是在动真格的，所以千万不要去触及法律的边缘。信报和香港电台说的是，香港现在打击洗钱有新的指引规定在月底生效，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作为金融中心，要防止洗钱行为的出现。好了，中华速报，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习近平主席将会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的首脑峰会，里面主要要谈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成员国的扩容问题，那么很可能伊朗会成为正式的成员国，还需要考虑阿富汗的观察员国的地位。另外一方面的话，关注的就是阿富汗的问题，尤其是上合组织如何来考虑在阿富汗国内所盘踞的这些恐怖势力、三股势力。这是来自于新华社的消息。来看一看华为。 任正非就指出，华为呢高薪挖角研发六 G 争专利，这个挖角用的有点贬义，其实啊就是高薪来吸引人才，只要你是人才，我愿意出高薪到我这儿来。所以，华为可以说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所以才会在科技能力上这么强，让美国感到很担心啊。人才很重要啊，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呀、啊。星岛日报和大公报的消息，邓炳强就指出。 香港的记者协会有违专业，甚至让学生来入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要求记协公开会员的名单。但是呢，记协呢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是顶着不干。如果要违反国安法的话，对不起，一定会查处。《环球时报》和《信报》的消息，国台办就指出，台湾根本没有资格参与主权国家参与的联合国，想参与联合国，这叫痴心妄想啊。 张亚中现象导致国民党乱作一团。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没有初心，而且和民进党在趋同。而张亚中呢，恰恰是一股清流，他主张的就是两岸必须要统一。但是呢，张亚中呢，可能在台湾岛内会被边缘化。而且现在你看，不仅仅是民进党在指责，就连国民党的另外几位候选人都在指责。所以，既然不能形成内部的统一，你觉得？ 国民党还有什么更多的出路呢？这是来自于《信报》《中国时报》的消息。陈时中就指出，目前的疫情呢还在持续，所以并没有降级的打算，但会持续的松绑。那么说到疫苗的问题的时候，你看这个柯呀就在不断的去说谁呀、啊，陈时中有八百多人都死了，他们死于什么呢？不是死于疾病，是死于打了疫苗。尤其什么阿斯利康的疫苗，包括什么自产的疫苗，打完以后人就没了。 究竟是疫苗夺命呢，还是这个病夺命呢？关键在于民进党这种不当的行为夺了这么多人的性命啊！来看一看，选子起诉朱军性侵案已经宣判，原告的主张被驳回，原因呢就是证据不足。好了，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人就是美国参联会的主席米利。 今天就重点来聊一个人，就是这个人，米莉。你看他之前在特朗普的身边，特朗普呢开始也比较信任米莉，但是后来现在两个人已经反目了，就是因为有几个接近白宫的人写了一本书，记住是接近白宫的人，不是白宫的人，然后他就说，哎呦这个米莉呢和中国之间和中国的军方通了一个电话。 说特朗普可能有问题，要对中国发起所谓的军事打击。但是拜登对这个事情怎么来看呢？你看，拜登就说我对米利将军是很有信心。米利呢，他是个什么人呢？米利是参联会的主席。那么拜登为什么要坚持信任米利呢？其实啊，双方之间是有一定的渊源。那么米利是接谁？接邓福德。 邓福德其实在美国军内是一个非常有威望的一个参联会的主席，而且也是一路打上来的。这个人确确实实很有威望。但是邓福德呢和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并不好，所以米利呢后来就接了邓福德成为参联会的主席。但作为特朗普来讲的话，在自己大选前后有几次呢，确确实实是希望米利能够帮助自己。美国国内就认为。 让米利来帮助自己来夺权，甚至搞什么政变，大选不行的话，我就通过这种非常的手段来夺权，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米利呢，在这个问题上的话，不愿意配合特朗普，所以和特朗普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僵。当然，特朗普后来都否认了，说不可能。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我怎么可能会要求军方来帮我去夺权呢？这都是有人在造我的谣。那么，我们要明白一点的话，米利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刚才我为什么要提邓福德？因为邓福德比米利强太多了。 而米利呢，在很多问题上的话，其实做的并不好。邓福德也好，包括之前的马斯克、马蒂斯也好，这些人呢是希望在这些国家不要撤军，因为伊斯兰国也好，包括其他极端恐怖组织还没有被打掉，所以的话需要保持驻军。但是米利上台之后的话，基本上就是上有所好，下有所行，就是既然说要撤，那就撤吧，所以他并没有坚持己见。包括在阿富汗撤军的时候，作为。 参联会，它下面其实是有情报部门，但是情报部门给出的信号是非常的错误，甚至米利自己都说，塔利班可能会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够夺权，结果不到一个月就夺权了。所以米利是负有重大的这种失误，包括美军有个人死亡，早早的就已经有情报信息可能会对美军进行恐怖袭击，但是呢，米利呢并没有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导致人员的重大伤亡。 所以米利在这些问题上必须要担责。一方面的话就是不作为，另外一方面的话，在很多问题上的话，确实存在巨大的误判，这是一方面。那么作为米利来讲的话，为什么拜登说，诶、哎、他信任米利？作为米利，其实他间接的是帮了民主党。 他至少在选举的过程中说我不选边站，而且也不支持特朗普。这样的话，其实让特朗普就非常的尴尬。特朗普并不是让米利实际行动来支持自己，但是呢，民主党就认为米利在很多问题上的话秉持的是公正，结果让民主党最后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所以，作为拜登来讲的话，他信任米利也是出于党派之间之争。至于米利的能力， 好也好，坏也罢，作为拜登来讲的话，其实并不在乎，也并不在意，这就是政治。所以这本书里面说的有多少是可信呢？其实呀、啊，一半一半，更多是以讹传讹罢了。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